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好久没录影片了。今天呢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天，就是我高中的毕业典礼，没错。然后我今天呢已经化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的妆，非常努力，然后要去毕业典礼的现场。这样，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其实本来应该不会有毕业典礼，可是后来因为接近，所以就有。我还蛮庆幸自己有毕业典礼的，对，因为其实这是一个蛮难忘的回忆，所以我想要拍一支影片，然后来记录一下今天我在毕业典礼的一些小小的片段，然后可能不会太长，但是我希望我以后看到是可以就是笑的，可以回忆的。对，那今天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学校，然后参加我的毕业典礼，拿我的毕业证书，那我们就 Let's go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呦，你这样拍，我很怕哎。哎呦，你这样说，我的手机摔下来呀。第一名前六，哎。我是男主角。你不要在那边。我真的讲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超怕等一下 MV 播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尬到爆，因为我们拍的时候 NG 超。现在入镜看影片，我要假装。哎呦，你们等一下。哎，我整个脸都看不到，而且你手指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是在排队，然后等一下要进去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要这样，对对对。不要，这样子不会脏掉。他很厉害。峰哥，来快点，快点，走走走。嗨，老师。好像走花路的感觉哦。我相信我们在百元的缘分，在未来某一个时间点，这样的爱会把我们串联在一起。我爱你们，百元爱你们，临别依依，珍重，再见。充实了我们的人生，然后填满了我们青春的色彩。